Hey Siri，你会讲台语吗？第一，我会晓讲一丝啦，讲了无好啦，真歹势。Hey Siri，你讲的台语是什么？第一卡是歹讲，我讲了无练当啦。Hey Siri，台语有怎么说？我还不支援翻译成这种语言。Hey Siri，台语的晚餐怎么说我还不支援翻译成这种语言。？Hey Siri，你的台语无练当吗？第一，我会晓讲一丝啦，讲了无好啦，真歹势。Hey Siri，你只会讲这两句台语了吗？第一卡是歹讲，我讲了无练当啦。Hey Siri，无连灯是什么意思？好的，我在网络上找到了 “Hey Siri 某类灯”的内容，请看。好，Hey Siri，你跟 Google 哪一个比较会讲台语？Hey Siri，你跟 Google 助理谁比较会讲台语？这就好像拿一颗苹果跟一颗不是苹果的东西比一样。那你去叫 Hey Siri，Hey Siri，台语有哪几种？第一卡是歹讲，我讲了无练当啦。